大家好，进前咱讲过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，因的名用国语要安怎念？啊，即马副总统的人选嘛已经出啊，而且抽签嘛已经抽过啊，所以咱即马过来讲一届副总统的名用国语要安怎念？登记第一号的是郭文德、吴欣盈，这是柯文哲、吴欣盈。第二号的是赖清德、萧美琴，这是赖清德、萧美琴。第三号的是侯友宜、赵少康、侯友宜、赵少康。另外第四组人选因无去登记啦，但是因副总统人选的名是上早出的，所以咱嘛来念看卖哦。郭台铭、赖佩霞。这是郭台铭、赖佩霞，过来一届哦。郭文德、吴欣盈，这是柯文哲、吴欣盈；赖清德、萧美琴，这是赖清德、萧美琴；侯友宜、赵少康，这是侯友宜、赵少康。郭台铭、赖佩霞，这是郭台铭、赖佩霞。